夏天最容易出汗多，动不动就一身汗，喝口水也一身汗，吃完饭更是满头大汗。最难受的也是这个发皮汗，就是这个汗水粘在皮肤上，汗毛孔它不透气，一天恨不得冲两个澡，摸哪儿都是黏黏的。今天给大家分享让你汗毛孔迅速打开的方法，打开后你身体的浊气自己就排出去，让你出汗也觉得很清爽。赶紧订阅并收藏起来吧。让汗毛孔迅速打开的方法非常简单，你要这么弹出去，浑身的汗毛孔会迅速扩张，立马就通气了。怎么去做呢？你看啊，无名指，我们伸出无名指这样弹出去，本来没有弹出去吧，现在要迅速的蹦出去的那种感觉，每次弹个30-50下，每弹一下你就感觉浑身的汗毛孔，尤其是后背啊，立刻就打开了，那种通气的感觉特别的舒爽，就如同夏天你喝茶用那个茶气排一身透汗一样，很舒爽。